就你的实力，恐怕比不上我。同为九等神剑，凭什么你比我更强？当兵的你多年以来，动手的次数太少。当你拿起自己底牌的时候，却发现早已生疏。今日，便是你名誉的死期。就凭你们，休想阻止我们的大计！放置神雷。当我不存在是不是？烈日灼烧。西门无痕，你尽快解决掉大玉，这个人交给我就行。简单。大玉，今日死在我手上，你也不亏。你觉得可能吗？诸位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这七夕，五月判官，你不是早就已经陨落了吗？我如果不陨落，你们今天敢出现在这吗？明明今日就是你杀手联盟的忌日，是吗？那你未免也太自信了点吧。你以为你很强？不妙，这样下去我必死无疑。以二敌一，堂堂灵域就会这点以多欺少的本事吗？一将法不用，历史是由胜者决定。今日将你杀掉，谁也不会希望今天发生。你们不太了解暗杀术。你走，用如何？五方之阵，用不着。这种不要命的打法，可恶。你的同伙似乎已经快撑不住了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剑已射出，我们没有回头路。你们以无数生灵为代价的长久发展，我接受不了。这么热闹的场景，要是没有我的话，得无聊太多啊。魔帝，你不是早就已经被除掉吗？而且你不是低等神剑，为何会是九等神剑？你们确实灭了我的分身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再说了，九等无剑之中，我是无敌的。挺会说大话。既然你们都受伤了，那就一起上吧。谢谢你们为我准备的诸神黄昏大阵。完全不管吗？这确实是个大问题。取代灵域是你破灭局的唯一办法。